主料洋葱两个，鲢鱼1000克，辅料菜油、盐、酱油、醋、葱、姜、蒜、料酒、水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鲢鱼去鳞脱肚。这一步是让卖家做好的，呵呵。洗净，切成鱼片，洋葱去皮，洗净，切块。锅中放适量的菜油，入鱼片翻炒，待鱼片变色，加料酒和葱姜蒜以及适量的水，先煮一小会，然后加上洋葱块翻炒，加适量的盐和酱油，再加点水，加醋，最后用水淀粉勾芡后出锅。烹饪技巧，醋很容易挥发，所以醋一定要在最后加，否则醋的味道就会失去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